迎收看《给你点上心灯》。今天我们节目呢，继续来看在马来西亚真佛宗最有规模的波叶雷藏寺，暌违了十年之后，莲生法王又再度佛驾的法语开示。那声母讲说，昨天晚上的表演很好，啊，我也是这样子感觉到，哇。节目没有停过，而且都是精彩绝伦，很多都是专业的。这在马来西亚很了不起，我还以为马来西亚是乡下。真的在别的地方也看不到啊，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节目啊。这个开发中的国家能够有这样子的表现，啊，这个马来西亚是令人赞叹的，这个国家令人赞叹。应该是这样子讲啊，马密种令人赞叹。这个。莲泰上师啊，也是很负责的啊，负责的一个上师，负责任的上师。可是他这个车子开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啊，回来的时候，他有宣布，啊，宣布说，明天早上8点吃早餐，啊，这个9点出发。到波叶雷藏寺，我一听啊，哇，我终于记住了，我终于记住了。那我是今天早上6点起床，啊，6点起床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做我的这个净身，啊，净身，把身体清净。第二个，我要修法。我通常修法的时间。就是在早上，我一定要修法。那就我6点就起床，啊，8点要准时出门，啊，去吃早餐，到楼下吃早餐。一打开门呢，门外没有人，原来是改时间。8点15分，他希望师尊睡得晚一点，啊，是好意，他是好意说师尊可以多睡15分钟。没想到我6点起床，8点出开门的时候没有半个人，啊，只好自己下来。我问每一个同门，你们知道几点吃饭吗？他们讲说8点15分，原来所有的同门都知道8点15分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。那大家所有的同门都知道8点15分，但为什么我一个人不知道呢？所以我早上起来喊，哎呦，老天爷！也让我知道吧。哦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，对。但是呢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可见师尊可能听到，但是忘了。但是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点，就是朝令夕改。你先发布8点吃早餐，后来再发布8点15分吃早餐，这相差15分钟，所以一定要一致，就是你发布了命令以后，大家所有的人都要遵守。这是生活上的小细节。那么今天呢，到了波叶雷藏寺，我觉得
哇，这么多的人潮，啊，这个是很震撼的，这是很震撼，很震撼的。我相信这个破业雷藏寺以前有这么多人来参加通修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他讲都没有。这一次应该是最多人的吧。这可见呢，正佛中的同门呢，真的是，你知道的，团结一致。其力可以断金，所以我们不要分党分派，分党分派，大家都是一起的，都是真佛弟子，都是玛哈双莲池的一份子。啊，我们晓得有一个咒啊，波叶波叶波罗蜜多僧，所谓波叶波罗蜜多僧，这波叶雷藏寺波叶波叶波罗蜜多僧，也就是大圣，大圣属于大圣的寺庙，波叶雷藏寺，我们密教也是属于大圣。最重要就是波叶两个字啊，今天有波叶佛母的灌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啊，波叶佛母的灌顶，也就是心经最后的一个咒语 ，Om Gede Gede Boro Gede Boro Sen Gede Pu Ti So Ha， 也就是依靠波叶的智慧，依靠波叶的智慧，依靠波叶的智慧的法船，到达真佛的彼岸。啊，就是 Om Gede Gede Boro Gede。波罗僧伽耶菩提所哈，这个咒语的意思就是刚刚我讲过啊，已经讲出来，对，所以波叶雷藏寺必须要带头，让这个法船能够到达这个玛哈双莲池的这个彼岸。观众，新的一年即将来临，莲生活佛已经预言了狗年的运势。想要求平安、求健康、求财富、求新年顺利，请您把握在新年之前，赶快到台湾雷藏寺安太岁点光明灯，祝福您一切顺利吉祥，狗年旺旺旺！各位观众，莲生法王卢胜彦七十佛诞将自己毕生修行的口诀毫无保留地写下来，如果您想要知道密教大圆满法的修持，您一定要阅读这无上至要的宝书《卢胜彦文集》第240册《打开宝库之门》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那昨天晚上我去了这个尊宾堂啊，堂主这个嘉兴师姐，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堂主吗？你是堂主吗？哦，堂主兼讲师，
的家庭事情呢，我谈到一心一心一心，这个一心不乱，最主要的是一心不乱。那一心不乱呢，重点是在用了你的心，而且心完全是一的，属于一的。这个跟我们明天要传的这个大方法王金刚有关联，非常有关联。其实到最后的得会到一的这个境界里面去，到一的境界，不能够有恶心，不能够有恶心，也不能够有三心。啊，这个韩国就是三心。啊，一心就可以了，不恶心，不三心。而且还要不花心，不花心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一切其他的这些心都可以不顾，最重要就是你本身有信仰如来的心，信仰佛陀的心，你能够学习佛陀所教的佛法，你能够依照佛法的法传到达彼岸，从凡夫的身一直到达这个如来，如来的果位，从凡夫位到如来的果位，这个过程呢，就叫大方法王金刚的修行法。从凡夫位到如来位，这是重点。可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其他的节节枝枝啊，都不重要。例如我们谈到这个神通，神通不重要，根本不重要，神通不重要，大家所有人都喜欢神通，也喜欢听神通的话，所以很多的同门就喜欢讲神通。那讲的最多的是谁呀？叉叉，他讲最多的，他每天都讲，每一个时辰都讲，睡醒了也讲，晚上睡觉也讲，白天大晚就是讲神通，讲跟我问你一句话就好。你能够跟所有的动物、飞禽走兽，甚至蚂蚁、这个蜘蛛、苍蝇，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跟他讲吗？请问跟成佛有何关联？然后马来西亚很多的各个分堂他都跑遍了，都全部都跑过了，各个寺堂啊，他都走过了。请问跟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蠕动的小动物，跟老鼠、跟蛇，他全部都可以通话，请问跟成佛有什么关系？历代的所有的祖师爷
包括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跟所有的飞禽走兽啊，全部这样子沟通讲话，这样子也没有，他们都成佛了，能够跟所有动物、飞禽、走兽，所有一切的畜生，包括蠕动的小虫，都可以讲话的。普天下现在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叉叉。那既然跟畜生讲话，也就是畜生道啊。你能够跟老鼠讲话，你就是老鼠嘛。你能跟蛇讲话，你就是蛇啊。你跟苍蝇讲话，就是苍蝇啊。但是你不能跟人讲话，我相信马来语他不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马来语他不会啊。问题是，你跟什么都可以讲话，为什么不能跟人讲话？西班牙语你会吗？不会，他自己在书上写，我不会西班牙语，不会尼用狗，不会讲 Hola amigo que queda mucho。不会讲这个哈基面的有的西谷爱斯德鲁也给他秀啊，结果日语他也不懂，你不能跟日本人讲话，不能跟西班牙人讲话，也不能跟马来人讲话，为什么你跟所有的飞禽走兽、所有蠕动的东西，你都可以讲话？这个就是你要用念脑筋啊，去想，其中是不是有诈？他专门讲人家不知道的，人家知道的他不讲。不知道的他全部讲，这有问题在里面，所以弄的神通是假神通，害我现在每天都上也不通下也不通。不是搞不通，因为搞来搞去搞不通，所以就神经就失常。可大家要记得啊，我们不是在做这个，我们修行是主要是从凡夫位一直到成佛的果位，这个比较重要，跟所有的什么动物植物或者什么东西讲话，包括死的他也能够跟他讲话啊，三个死丫头他也能够跟他讲话，然后跟死的这个螃蟹他也能够讲话，因为啊死无对证，当然能够讲话。所以这是有问题的，那么师尊本身看出来。各位观众，新的一年即将来临，莲师活佛已经预言了狗年的运势，想要求平安、求健康、求财富、求新年顺利，请您把握在新年之前赶快到台湾雷藏寺安太岁点光明灯，祝福您一切顺利吉祥，狗年旺旺旺。如何找到名师？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佛方式？如何提高专注力？如何与本尊合一？如何与上师合一？如何与护法合一？如何保持出发心？
如何发菩提心，如何降伏妄心。莲生法王卢胜彦毕生学佛修行的心要口诀，都在卢胜彦文集第249册《来自佛国的语言》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还有一点差差，还有一点的过患，非常的严重。他在护法殿里面供这个阴庙的牌，所以在这个台湾雷上寺的网路，这个有因把他这个供养的那个牌位拿出来，就众幽灵显恶。他拜的护法是众幽灵。这学佛学到现在，哪一个祖师也在拜众幽灵的？哪一个祖师也在拜这个众幽灵的？哪一个人在拜众幽灵的？这个修行的佛教徒，哪一个人在拜幽灵的？在拜幽灵的，这不对的。他已经走入邪道。所以大家必须要，这个师尊一定要这个破邪显正。啊，还好这个莲东上师的爸爸，这个去了他的中心，也就是台湾的中心。去把照片通通泼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众幽灵显赫，跟五个鬼呀、鬼头，都是莲东上师的爸爸去把它拍出来，然后外面是护法殿，护法殿居然护法殿里面供的全部都是鬼，所以包括这个。旧金山的啊，旧金山它称为总本山，啊，它的总本山也是供的，也全部都是鬼。他拜佛就拜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般若波罗蜜多胜，我们只拜佛、拜菩萨，啊，拜这个阿罗汉。拜阿罗汉，拜独觉、圆觉，这个是重点。其他的佛教徒是尊敬，但是不拜，尊敬不拜，只是尊敬所有的神明，我们都尊敬，但是没有人去尊敬鬼的，尊敬鬼的也是有人当中还是有。啊，大家知道这个养鬼，养鬼就是养鬼来帮助自己，这个是属于，但是那个邪门外道，佛陀的经教里面从来没有说去拜鬼、去学鬼法。啊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必须要，他已经走邪的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人，而是要让他知道，令他忏悔，然后回头，要忏悔回头，因为众生平等，众生佛性平等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这个希望。不能够放弃，所以师尊的誓愿是不舍一个众生。但是知道错了，一定要改，一定要忏悔。
这个佛陀的制度里面，他有讲到一句话：出家人犯了错，必须要在十个长老面前，十个长老面前做忏悔，把自己的话讲出来，做忏悔，还要真实忏悔。啊，不能说我今天忏悔，明天又做，这不行。这个才能够让你真实的忏悔。那么现在呢，好像是说居士，在家居士也要向这个啊出家的比丘忏悔，在家居士有做出。做错事也要跟出家的比丘忏悔，这是佛陀本身以前的这个传下来的制度。至于啊，好像叉叉也有他，我听说他有攻击这个师母啊，也攻击这个啊高层主上师。哦，他们是因为高层主上师是在家居士，那么师母也是在家居士，就在家居士领导出家人，他的攻击是这样子。因为现在高层主已经是中委会的会长，那么师母也是监察会的啊，监察会的属于监察，现在分成监察、中委会。还有这个传法的制度的新的章程有出来，那么他也讲说，哦，在家人领导这个出家人这是不对的，应该是在家人来领导所有的这个，应该是出家人来领导在家居士才是对的。但是他也不自己想一想，叉叉也是在家人，他每一次做法会他一定是坐在中间啦，对不对？旁边的出家比丘都是坐得比较低呀，他自己也是一个魔像，他本身是自己魔像不讲，是在讲说高神主啊、师母啊这些也是魔像。但是问题是在这里，我们借用高成祖上师他的长才，他又领导统一的能力，把马密种带领的这么好，就是他的领导统一的能力的。